新加坡疫情比香港严重3.4倍，新加坡人怕了吗？在新加坡，除了从人民的口罩可以看出，这是在疫情阶段，其他的生活场景已经和新冠疫情以前基本一样了，人们已经回到正常的生活和工作了。去我还有用，所以我三个手机在我这一放，有十台嘞。哎，先生啊，你那个罗曼的蒸炉还有吗？好像有，你打进2973，好意思。Ladies.
到底。